所以呢，会主要影片剪接为主哈。那各位呢，你待会可以看一下你的电脑里面啊，你先找看看，应该都有装的一个 Code 这家公司的 Video Studio 12，就是惠声会影 S2 这个版本，好 S2 这个版本哈。那你在桌面上也会找到，好，在桌面上也有，在这边，好，所以你待会可以再检查一下那。 我们这个学习呢，会上的内容呢，其实我有把它，就是大致上放在我的那个 YouTube 的教学频道哈，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一下老师的名字就可以找到了。好，那在下面这里我有一个，我好像放在最下面哈，就是这边。原则上哈，我们大致上主要上的内容会在这里面，然后在这里面，所以如果你有够认真的，你也可以先预习。 啊，好了，反正这个你看看的哈，如果你想要看的话，你再上去看。那我们呢，这个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，就是惠声会影。惠声会影的话呢，它本身我们现在用的是 S2 这个版本，S2就是12了哈，12的版本。那现在最新版是在 S4，不过其实从 S2 以后，也就是 S3、S4，它的界面变化比较大，所以你如果说让你家里面刚好装的是比较新的版本，你可能发现说，哎，奇怪，我们在学校里面用的这个版本的画面好像跟家里面有一些差距，好，因为这个是它被这个后这家公司并购之后，对，第一次出来的这个版本，所以它总是要有一些变化嘛，不然说像我被你并购的好像 没有什么改变哈，所以它把一些画面改变了。那没有关系，至少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都还好。那么我们除了会介绍的惠声会影外，我们还会介绍过云端的，就是不用软体的，在网络上直接做。我们今天就会介绍到，好，你就可以试看看。以后你会慢慢发现，网络做的很多，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用过那个书大，对不对哈？在那个 网络上直接用的，那另外呢，在我们在大家的这个作业上哈的安排上，我们大概预计至少三次啊，好，至少三次。那一个是对，哈，电子书完了，就这样完了，<laughs> 没关系啊。如果你们电子书的部分如果还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再跟各位复习一下。 但实际上可以做很多啦，只是我怕你们玩不下去而已啊。好，那我们影片简介来讲的话，主要大概有三个，所以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今天会介绍的就云端的，好，让你试看看云端的方式去做影片。那第二个呢，上个学期大家有没有都在看偶像剧，上课都看得认真有没有？只有老师这边看得比较少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 我们这次打算让各位很公开、很正式的在教室里面看偶像剧，因为我想要让各位去做偶像剧的 MV， 你自己剪影片嘛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图片看的最多啊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你会加下来，我们上学期有没有学过怎么把影片加下来？怎么把音乐拿出来？对不对？选你喜欢的，好，这样你公开 看得很安心，很放心，你又可以做精华，好，做这个精华纸哈。好，那第三个就是可能就是让各位去做你的这个毕业的东西哈，或者你要做你那个备审的资料，好，都可以哈。那大概是我们的课会下课这样安排。那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惠声会影的这个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哈，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的。 好，那惠声会影的这边呢，它有新增 S4， 还有新增几个功能。首先第一个是屏格动画，那屏格动画的话，其实好像也蛮多的呢。就是，你把影片拿就到某一个就停下来了，好像某一个把它停下来。那这个，用这样口头很难介绍啊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影片给各位看。那另外呢，它还有新增的叫做缩时税。
这个等一下我们给各位看几个影片。休息摄影机我们在网络上啊，在电视上常看到，比如说你看到他拍日出日落，大拍花絮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啊，等一下还会看那个贪吃蛇，哎，贪吃蛇那影片呢？好，那另外呢，H4 还有增加，因为现在慢慢的是，都我们去电影院看过那个 3D 的电影，有没有好看吗？好、啊。3D 比较贵还是 2D 比较贵？因为你得了一滴嘛，对吧？哎，可是呢，戴着眼镜很不舒服吧？对吧？你会发现看完那种 3D 影片眼镜很累，所以这叫做花钱受罪嘛，真的不舒服啦。所以其实还是看看 2D 就好了哈。那它这个呢，就是它会给你把你的影片制作成 3D。事实上，如果你用裸视的，也就是你不戴眼镜去看 3D 的影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影片根本就看不清楚。你要戴上之后，它让你那个角度有变化，有没有？才会看起来像立体的。所以它现在新的功能就是也可以把你的影片变成 3D 的。不过其实说你这是假的啦，你要真正比较有 3D 的感觉的，事实上它那个摄影机不止一台，要两台到三台，它有办法有那个角度上的变化。不然那个每个都拿出说我是变 3D 影片，这个不好，看起来效果不好哈。好，这个是 H4 比较主要的。那你看到 H3 的功能是界面大概是像这样子，好，你跟我会发现跟我们后面介绍的不大一样哈。我们后面介绍那 H2 的哈，就比较不同。好，那再来呢 ，H3 的时候呢，增加了一个就是分享到 Facebook， 因为呢 H3 的时候呢，你看上学期是不是大家都在玩 Facebook？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用嘛。那 Facebook 可不可以上传影片？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那 H2 的时候是增加 YouTube， 因为那时候 YouTube 比较流行。好、哦，好，那 H2 应该就还好，这、就是我们最可用的代的哈、哦。有的人，比如说像这种，有的人就喜欢什么旧照片、旧影片的感觉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帮他加上，好、哦、拍进去。另外呢，它还可以有像小画家的功能，也就是。你在绘画的过程，它会把你录下来，啊，像这样子，那它就变成把你等一下的过程，它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动画，啊，另外呢，像各位我看到有没有一些产品人代言啊，他在上面签名的动画，那也可以像这样弄下来。当然，那个工具不是很多了，所以说可能比较像小画家，比较简单的画而已哈。那至于其他的这些应该都还好啊。你看 H2 的时候就是增加，你可以直接上传到 YouTube， 啊，后来又增加到 Facebook， 再下来会不会有别的不知道，哎，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大致上也稍微了解一下，你大概这个学期想要上的东西哈、啊，然后大概软体的概况。